我们现在来 Costco， 帮我拿。不要快吗？好。不要快车吗？走。我们东西蛮少的。省钱，这才五罐还是十块？我们以前买是什么？一罐六块。因为就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很坚持要用一个牌子，然后那个牌子超贵的。你什么？我喜欢。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一个牌子。我真的很喜欢，就是平日任何时候来 Costco， 然后特别是早上，就是人很少。你看，就是。没什么人，好啦，人还是有点多，可是就是比 weekend 好。paper towel 前面，那我拿牙膏吧，你拿 paper towel。我们现在来那个中文要怎么讲啊？你怎么会问我？驾照中心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叫做 Department of Licensing， 反正就是美国的驾照中心。我要来用我的车子驾照的东西。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所以带布吉下车走一走。不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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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时间了，真的没有时间理我。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公园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公园很有森林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树木这样一根一根一根，然后很密集。走过来，然后呢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 view， 超美的。这是湖对不对？还是什么？海。海啊！哇，好漂亮哦！一个那个通知，就是我有一个包裹到了，我要去拿，等下开箱给你们看。
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我从台湾团购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因为疫情期间，然后不能回台湾，所以当我很想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会靠吃来解决我那种思乡的状况。对，所以这箱都是吃的。我订了，哦天哪，好大哦，好大罐哦，这个。所以我订了这个什么，蒜头的抹酱，还有订了一个奶酥的抹酱，都超大罐的，这根本就是早餐店的 size。然后还有两包的麻辣臭豆腐，跟柠檬蛋糕，还有这是重头戏，小潘的凤凰酥，他们的凤凰酥真的是超好吃，就是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买的东西。对，就这样子，买这些东西真的是花超多钱，但是很值得。好肥啊，干嘛？给我吃。No。给我吃，快点。No。我们现在要去退一个东西，我们很少这么晚出门，其实也没有多晚出门，现在才六点快半而已，但是就天都快黑了。去他那个 store 退吗？对。Your turn. We have a QR code.